本艇确认七人，确认七人。立桨在海上漂流，所幸有民众目击后及时通报海巡署前往救援。因为我在拍鸟类嘛，是但是他手比个那种打电话的姿势，请我帮他们打电话叫人。你们总共有几个人？海巡队员将人救起，提供毛毯并送回岸边。离岸到0.3。啊，那因为这边是水流蛮强的，所以不只会带出去。提醒游客，开放水域戏水还是要注意海象与天气。我们现在是东北季季风的盛行，然后再加上最近的一些暴浪级寒流啊，气温的骤降，那海上的变化是天候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。从事海上活动，业者跟游客需要充分做好准备。就近的一些岸巡的单位，海巡单位啊，这边去询问一下现在这个海象，还有一些海流。还有天哦，是不是允许从事这些活动？救生衣啊，还有防寒衣啊，还有一些照明的灯具啊，放一些能够通联的一些电子仪器。除了本身的防护措施以外，携带通讯设备，及时通知有关单位，在意外发生时才能把握黄金救援时间。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